万。好像你刚才上车那里附近呢，就是说七千。七千，嗯，还有最便宜的地方吗？有。哪里？啊，你看到你的右手边。这里。啊，那一片，那一片。那个高楼还是那个矮楼啊？高的。那一片的话，就现在就是五千多。你买房买在哪里了？我不是买在这里，我在肇兴这边。这边和那边这边就算是。